上好，我今天呢要去古城。我现在想一想，好像确实已经有两年没有去古城里面玩玩了。然后这次想去参观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到了，我到了这个我以前小时候经常来玩的地方。今天我也是跟着我妹妹。啊，什么？我跟着我妹妹，是我带着我妹妹一起来古城玩一玩。我小时候经常在这边放风筝，这个地方叫做英雄门，对吧？明星园，它叫什么？不是英雄门啊？迎新门。哦，迎新门啊。只是平遥人说是英雄门。哦，我一直以为是英雄门的。哎，要是我今天自己来录的话，可能都要录错一期视频。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？小时候就是夏天的时候没有风那天，但我们想放风筝，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，然后我爸骑着电动车，然后我妈拿着风筝，然后把风筝给带起来，然后靠着风。我回去之后可以给大家看照片，我小时候放风筝。放的可是那种大风筝，我放的是个老鹰。迎新，看看，迎新公园健身馆，风好大啊！今天，这时候就适合放风筝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不下去了，给大家瞅一眼，这是喷泉，是不是槟榔湖了？我付个钱，你哥有钱，你哥有很多很多的钱，你哥有一百呢。我们现在刚出完行程嘛，哎，健康码，现在我们要进去了。我好能说。我们现在走的是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一个路，因为这个是个近路，所以我们抄的是近路。然后来到了，直接就来到了我们中央的街道，什么街？水酒街。走里边，小心点，我走外面。要露啊 ！Sorry， 对不起。请问你有出场费吗？没有。你要现在说有，所以我不能拍你。所以你现在有出场费吗？有。多少啊？十万以上。哇，十万以上。你为何出场费那么贵？难道你就是因为靠着人数样的妹妹的名号出场费这么贵的吗？你说的妹妹，那我是谁？你是我妹妹。对，我妹马上就要上初中了，怎么样？摆脱一个小学生的称号，有没有什么想感悟的吗？想说几句？哥，请你喝个东西，你说两句。说，你哥发际线好高啊！刚知道吧？你还 diss 我？哎，我在那边虽然欺负过不过他们五个，但我在家里是可以欺负你的。你要知道这个权利，你要知道这个实力。你哥永远都是你哥。我好害怕呀！啊，我好害怕，我好害怕。好害怕呀，你跑都跑不过我啊。我拿这个摄像机，拿那个手机在这边拍摄，你还跑不过我。该坐一会儿，太累了，我妹体力不太好，她跑步都一般就是垫底的那种，跟她哥哥就完全就是不是一个 level。 你是不是脚打呀？哦，对，我们家到来了一个新成员，因为你过来介绍一下。是我们家的狗吗？是啊。哦，它叫什么啊？哦，它叫闹闹。哦，对，它叫闹闹。它是一只金毛。对，我又买了一只金毛。然后我还有一只金毛，它叫做什么？泰迪。对了，我们要上城墙了，走吧。我们现在上来了，给大家看看这个地方。
你哥，你看，我感觉这个地方有必要安个，就是保护的那种东西，就防止小朋友或者老人不慎摔倒，不容易掉下去，这好恐怖。给他们看这个下面有多高。等一下，我先蹲下来。帮我手机。我帮你拍。手机掉下去，好，瞅一眼就好了。你给个恐高。有好几个女人，好像有八个。人。他以前是可以动的，现在不可以动了。他好像少了一只手哎。嗯，对。因为不能走完这个东西，因为不能走完这个整个场景，整个城墙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下去。我们现在就要下去了。等下子平遥完全修完的时候，全部翻修完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一眼，可能会有更大的变化。今天呢，我就跟我们已经逛完了平遥古城，就简单逛一下，有很多地方都是不开的，然后那整条街太长了，然后没时间走完。然后那么我今天 vlog 就到这里了，跟大家说个再见了，然后那我们就拜拜了，大家假期愉快。Hello， 现在是早上8:30左右，然后我今天的一天的安排还挺有意思的，所以我得赶紧去洗漱，然后就吃完饭去外面玩。我先去洗漱了。现在中午吃了饭，然后出来来这个滑雪的地方来玩了。我本来是想去图书馆的，但是因为人太多了就没去成。然后现在来这个地方，我主要是为了拍照，我也不会滑，算了，反正就随便玩玩。主要是为了拍点照片。那这里是真的挺冷的，看我穿了一件、两件、三件，然后没想到会这么冷，我以为穿这点应该够了，但是没想到还是太冷了，幸好我穿了秋裤。我也是第一次玩滑雪，我其实也不会玩，但之前在视频上面看到了，有觉得很帅。我是初学者，也就随便能滑就行。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哎呦 ，What's up？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，虽然我没有学过滑雪，我也不会滑雪，这是我第一次滑雪，但是毫不影响我成为这个雪场上的焦点，好吧？跟大家说，怎么能在雪场上成为焦点？你就来学学我。看好了，刚刚看到几个小朋友，他们滑得很溜很厉害，我就向他请教了一下，然后人家说这你都不会，这句话让我很生气啊，我直接给他坐地上碰。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学长上的焦点。看一下什么叫做厉害，什么叫做厉害，什么叫做厉害？看我的全场焦点啊！哎呀，焦点摔倒了。再挑战一次，从这里一次不跌倒下去。
回去就吃饭，摔得稍微有点疼，下回应该热热身再玩。Hello， 这已经是第二天了，然后我想把今天看电影的过程也录下来，然后放到同一个视频。现在马上快到电影院了。拜拜。爆米花需要吗？要吗？我刚才在外面买东西时候有点磨叽，今天出来也有点晚，有点远，每次都要这么远。就算着急也不影响我录一个空景。好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现在是39分，差1分钟，哎，没有吃到，哈哈哈。如果电影晚一点开始看的话，我觉得很难受。前面没看，我会觉得很难受，所以我刚才跑得很快。我旁边没人，哎。一年一次的切磋，唯快不破。天下别克的新车一刻，人比较少，这场人比较少，没有那么满。那现在我就要先看电影了，马上要开始了。其实这些年他真正需要。回家洗漱了就睡觉了，没拍，哈哈，晚安。即将靠左沿主路行驶。开始。回得等那个人滑下去。走。走喽。走喽。板蹲姿势，哎，对，是吧？这样。
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个，我们今天呢来了一个什么“冰雪世界”什么的节日。我逛了一圈啊，发现这个地方就没有什么适合我这个年龄人玩的，对吧？因为我毕竟是一个成年人，对吧 ？Hello， 现在呢，我们到了这个室外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这块是非常有意思的东西，好吧？给大家照一下，这个攀岩很有意思吧？一看就很有意思。非常厉害了，有人挑战我吗？然后我们现在准备玩这个网，看到了没？就这个网，你知道吧？试一下啊。没事，放上呀。往上走，往上走。我们已经到了最高的这个了，你知道吗？已经登到了最高的位置，其实也没有很高了。但是还是蛮帅的，有一说一，因为我表示，耶、yeah ！还有一个，如果我这个 AirPod 从这个网里掉进去，懂都懂，好吧？做这个 bass， 让我设想了什么吗？我就想前面就是一段 rap 到这里，然后接着一段 rap， 然后到后面才是副歌那种感觉。嗯，但是其实也可以稍微 melody 多，反正这个也我也没试过，就是在纯 bass 上写。嗯，就是 bass 加鼓。对，到后面就会加其他的嘛。我对，就可以做出来吧，就是做出来，如果不太行的话再改也行。确实。嗯、行。得稍微再慢一点，把 tempo 放低一点，试一下。哎，可以可以，这样差不多可以，我觉得。那就这样。对，然后一会儿就是录的时候，咱再细做调整什么的。对。然后我还觉得就是其实可以。不用加那么复杂的鼓了，然后稍微简单一点就行。对，这样嗯做出来就 melody rap 嘛，就是听感上舒适是最重要的。这次做一点新的尝试嘛，你也没做过这种，我也没做过这种，加油！我觉得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行，我觉得差不多，但是还是不太完美。确实，就主要是在这里设备啊什么的都是不是很好，就没有太齐全。嗯，然后就等我回北京的时候，我再把它搞一下。行行行，那个你搞完回来再发我来，然后我再填，就然后咱俩再商量。OK， 那我觉得差不多，就是我们经过几天的。冥思苦想，然后稍微做了一个这样的小东西，然后希望这个歌可以在一年以内出来，好吧？然后大家不要抱很大希望，那我们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瑞，我们都从假期回来了。假期里面我也是虽然营业了，但是没有在家拍一些东西，而且工作人员哥姐让我们拍 vlog， 我也没有拍啊。然后现在。我给大家聊聊我回家都干了些什么。哎，要不咱俩一起聊聊回家都干了些什么？你前面还没录呢。你不是说你不是跟大家说
你跟所以哥聊聊。我说完我删了，其实录的不好。行吧，那下，然后 ，Hello， 然后现在我现在只有我和泽宇哥回来了，说些什么？说，你回家都干什么？回家干了些什么？啊，回家我，好，回家我看电影吧，然后。玩了一下，玩什么呀？去电玩城玩了一下，玩了一下，对，就一下哟。行，对，我抓娃娃抓到一部手机，哇，那手机呢？送人了。家干什么来着？我回家看电影了。行吧。然后你回家陪弟弟玩了吗？玩了。行吧。你回家陪妹妹玩了吗？玩了。行吧。咱俩这聊也没聊啥呀，妈你走吧，你走吧，你看路啊，啊，别再叫我了，我也不知道干嘛，我给大家弹钢琴吧，我给大家弹唱一首《花少女哥哥》的《七重人格》。再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呢也回到北京了。我呢，在家。
是要去看电影，然后和弟弟们一起。你看这个后面这个招手的这个大拇指，小雨，还有狗狗，妍妍现在是睡着了，狗狗现在在看手机。狗打招呼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在路上了。我想给大家补一下，我想说，至于为什么没有拍 vlog， 这完全就是一个意外。在家呢，怎么说，就是今年很忙嘛，然后回去也要隔离，然后就在家里天天就待着，然后也没怎么动，所以说就没有拍，真的是非常抱歉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一会儿要去看啥呀？哪小雨？我们要去看《复仇者联盟三》。对，我们一会儿要去看《复仇者联盟三》。然后至于现在的时间呢，是2018年的对，3月份，2018年的3月份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下车了，然后现在我们在逛商场，有。你在拍什么？我在拍我的 vlog， 我在补。OK， 我们刚刚出来，然后买了好多的衣服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，吃个饭之后就去看电影了。要，我们接下来这里吃饭。我要走不二，我给你看一下我们吃什么。对，我现在到了，接应开演，我们迟到了，迟到了。我们看完了。